教里面最重要的放下看破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为什么叫你看破放下？看破是智慧，让你了解整个宇宙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是一场梦。梦有好梦有恶梦不一样，好梦恶梦是你自己负责任，你头脑里有妄念，妄念多的时候统统都是妄念，但是妄念里头有善有恶，在梦中显出境界也有善也有恶，不一样。醒来之后空，这醒来之后的时候你要注意到这一招非常重要，了解事实真相，一切不可得，不可得就不要去追求，追求是错误啊！你把精力时间呢用在这上用错了，你就造恶业。如果你果然能在群众当中掌握这个手，自行化他，我自己佛教我不杀生，我真的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良事，我通通做到，很快乐。这里面是一切分别执着起心动念全放下。为什么？它是假的。佛告诉我们怎么是假的，佛告诉我们这个现象是相虚相，不是真的。我们拍摄电影，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玩这个东西，画面怎么出来的？原来是一张一张的画面，是在快速度之下去在荧幕上让我们产生幻象，我们被欺骗了。所以你懂得这个道理，你就晓得过去老式的那个刚刚发明的电影，黑白的还不是彩色的，一秒钟多少张？24张，从18张到24张，这样的速度就把我们欺骗了，我们以为是当真了。那么佛说我们现前这个现象是在多大的速度？佛说得很清楚，一弹指时间很短，一弹指的32亿8000年，你慢慢算去，32亿，单位是百千，100个千，32乘32亿，这么快的速度，我们现在电视还没做出来，虽然有进步，没达到这个频率，达到这个频率就是说，我们起心动念是现象，你知道这是完全是空的，一秒钟，32亿。有我出现，我的像，哪一个像是我？那总不能说我出现32亿8000年个我，那是真的，那不是假的。所以佛教给我，这些都要把我们的真心扰乱，我们的智慧变成愚痴，啊，看就全看错了，都以为是真的，都以为是现前的。哪知道现前根本就没有啊！所以我看这些经典，我是用小时候喜欢玩这些东西，所以有这些基础的认识。佛说经典说的这个我懂啊，这是科学，这佛经里的科学。
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些文章，悉发菩提心，亲自以报身。同生极乐。